他来了，他来了，他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祥子。喜欢看篮球比赛的朋友，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或者看到过胜利贡献值这一词汇。什么是胜利贡献值呢？这是一项进阶数据，英文缩写为 WS。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统计一名球员每个赛季为球队贡献了多少场胜利而发明的概念。当然，在比赛中表现太过于糟糕的话，还允许出现负数。那现役球员中有哪些球员曾经登顶过胜利贡献值联盟第一的位置呢？作为现役第一控卫的库里，在15-16这一巅峰赛季中，凭借17.9的胜利贡献值成为了联盟第一，这也是他职业生涯至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登顶这项榜单。不过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在库里巅峰时期，身边拥有了太多全明星队友，再加上勇士队主打团队篮球，这些都对库里每场比赛的胜利贡献值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拿不到第一也在情理之中。而作为库里的同届新秀，身为联盟第一得分后卫的哈登，相比于库里来而言，在这方面就占据了不小的优势。毕竟在哈登进入巅峰期后，合作过的三位巨星队友都不是巅峰时期的全盛状态，也没少因伤缺阵，更何况哈登一度单核带队，再加上不错的带队战绩和出勤率，这让他在14-15赛季、16-17赛季、17-18赛季、18-19赛季、19-20赛季五次登顶联盟胜利贡献值第一的宝座。既然胜利贡献值和带队成绩以及带队能力有关，自然少不了小皇帝詹姆斯了。毕竟最近十几年带队成绩方面，他论第二，没人敢论第一。从08-09赛季效力于骑士阶段开始，一直到12-13赛季效力于热火时期，詹姆斯连续五年成为联盟胜利贡献值第一。而且其中最出色的08-09赛季，詹姆斯的胜利贡献值高达 20.3， 是现役联盟中唯一一个单赛季胜利贡献值超过20的球员。说完了哈登、库里和詹姆斯这三位超级巨星，估计很多人好奇，身为一人之下几百人之上的杜兰特有没有做到这一点。答案当然是有。在13-14赛季中，效力于雷霆队的杜兰特不仅拿到了生涯首座常规赛 MVP 奖杯，更是打出了职业生涯最高 19.2 的胜利贡献值，成为了当赛季的联盟第一。但之后加盟勇士的杜兰特遭遇了和库里一样的情况，所以这也是他生涯唯一一次登顶赛季胜利贡献值榜首的位置。那除了这四位之外，现役球员中还有谁成为过单赛季胜利贡献值联盟第一？的确还有一名球员，那就是保罗。直到今天，很多球迷还在为07-08赛季科比赢得常规赛 MVP 而愤愤不平，认为这座 MVP 奖杯更应该属于保罗。而当赛季的保罗不仅场均贡献 21.1 分、4篮板 11.6、 助攻 2.7 次抢断，成为了联盟抢断王和助攻王，带领球队打出西部第二的战绩，更是以 17.8 的胜利贡献值成为联赛第一。而本赛季中，哈登、杜兰特相距篮网，詹姆斯身边不仅有了一个浓眉哥，因为年龄的增长，自身统治力也出现了明显下滑。至于库里和保罗，一个恐怕会受球队战绩拖累，一个已经进入生涯末期，想要再次登顶胜利贡献值榜首的位置都非易事。那剩下的球员中，大家更看好谁呢？ And 他走了，他走了，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